只需30多万预算，能不能选择一款纯进口、有排面、大排量的中大型豪华 SUV？ 有点难，但不妨看看这台现代进口的帕里斯蒂。首先，帕里斯蒂是一台非常适合家用的保姆级 SUV， 6座布局，前排座椅10多项电动调节，还带腿托，加上第二排两个独立座椅，全车又有4张老板椅，通风加热、主驾驶记忆按摩一样不少。后门上就给你准备了2个杯架，一个给宝宝放奶瓶，一个放奶粉，下方还能放玩具，拉上隐私帘还能换尿布，还有全球音响排名前10的奇力品牌12喇叭音响，来个宝宝巴士也相当的凑合。一键进入第三排的空间绝对行，在美国它是8座车，引进国内为了符合要求减配了一个头枕，坐两个人简直不要太宽敞了。这里还有儿童座椅接口，3台家庭也行，1家6口出行行李少不了，即便6座全开，还有50厘米的纵深，满载一家出行的行李也都没有问题。一键电动放倒座椅，妈妈带着宝宝也能轻松操作，宝妈对着车赞不绝口。那么如何打动宝爸们呢？请往这里看。30万级目前仅有的3.5升自吸的 V6 发动机匹配 8AT 自动变速器，自吸发动机绝对的平顺性是涡轮机不可平替的，而且自吸发动机的油耗也还行。当然在不带娃的时候也可以小试一下它的运动模式，仪表变红，方向盘变沉，座椅支撑变得更为紧致。3.5升的 V6 发动机放在保姆级 SUV 里也可称之为叫西装暴徒吧。能同时满足大空间、高配置、够奢华，还有3.5升自吸的6缸发动机，30多万的预算，我觉得就不妨看这台现代进口的帕里斯蒂了。